纪委开始，三比干四十五首分开赞美诗，四十五首斯巴达波罗也来鼓励嘛。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的配合。你看一下，这都教育站没得，我他就弄啊，罗马安安的那个被啊照顾没得。虽然我们的孩子很少，我们要特别的珍惜。哎，在卡巴皮那过年，我干嘛没得？过年好，一定能够卡人不拉没得。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呢、胜过全世界。咱们好，只在屋里盼来呢好意啊！大礼拜啦，过年我阿赞诺天谢开啊，用金钱买不到。你今天一比他就把个阿赞啊，所以啊，我们要从小就要学习神的道理。这个一定有明明好意，你还得到那么多丢六，说完了搞完。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听耶稣的道理。也大喊来好，南丁丁丁丁，南丁丁丁，你等好意啊，都说完了搞完说他等你。我们为什么要听？嘛那等于人都没得啊，因为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长进。我们爱要努力，还能得点让没得好，一定够卡扎卡的啦。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是在讲到人生
有一天呐、啊，要离开世界。我希望那些大难多年哦，我们给他好意，然后再让他好意，米利亚多尼亚斯卡拉奶奶。人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把带过当到好意，把他抓过来给他。啊，施舍来要救我们。起码我们给对给大难好家。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得救？马能够好好都啊，马给定好家。为什么要得救我们？马那给定的给他好家，是因为有罪的缘故。什么好依赖姑娘，主米还能过来让伢你啦？那这个罪从哪里来？那不然我那主米好依赖你做爱好家？当然从第一代的祖先的罪来的。啥子啊？主米阿那呢好一点呢？你等还能呢啊？大大帮俺大姑娘哦，让伢你啦。所以我们的罪啊，有原罪跟本罪。所以我主米还能呢好依赖不呀？老老老老这一点好依赖姑娘，你还能呢啊？老老。好，我们明白这个罪，我们要如何脱离这个罪？麻烦了，给他多年，老老多年你好意，什么人他阿弥利亚撒家，就是要信耶稣得永生。是你今嘛给他多年，我嘛接什么？那伊拉多年哦啊，爷爷好哩。那相信耶稣以后呢？把他说人多，我嘛接什么？以后伊拉爷，我们又会做什么事啊？呀，你们安乐家啊，就是要好好的灵修，改变自己。这个一天呢，给他啊，你们啦，给他啊，你灵修啊，咋？我们要用神的道理，让我们有神的形象。这个一定要多的罗马介绍嘛，那伊拉姑娘，我看我啥奶奶啊，这个。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爱。这个好，把多么少女爱我高兴的呢？让我们自己行出神的道理来。这个好，一定要多有多的罗马介绍嘛，大家来的呢？那我们要常常听道理的目的在哪里？呀，你等一下都阿个些多阿点也好，慢慢过来目的做你呢。啊，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我说你也什么给他人好意？我们你们要学我如何谦卑。啊，阿达达那么达观那好，一定你个家不过好做。所以我们要学会处人处事。是啊，麻烦阿给他是给点呢，干了这个点呢，他们就喊人来。就是要学会谦卑柔和。麻烦阿给他们听说一定你个你哦啊。老帅跟你好等，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道理得到属灵的智慧。这个一定你都有多年罗马接上吗？哎，马来给他跟你哦，努力还能来阿借。所以我们心中要充一种渴慕真理的心。在法律专业面，他好伊拉克亚马伊纳来马说阿外阿法律水大。不管你听了多少，阿那阿乖都跟你听伊拉米他好耶。我们一定要用饥渴慕义的心来听到。这个一定你可别哈达啊！你啥力没大，马说阿外阿法律水大。为什么有的人常常听道理还是一样跌倒离开神？罗马当朝也阿大爷，你听下阿开些，慢慢嘛不念阿家。因为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什么好？不当朝一定要念阿弥陀，搞佛做好阿，他不打来念。因为他的心可以动这个向外啊，这个游魂向外一样。是佛做里面好阿，但一点不不当阿弥陀过去了。所以没有安静的心。是啊，我爱过买那弄带佛做里面啊。有的人听道理很厌烦。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感谢好意，一定要好意，别的善人。虽然听过了，他觉得，我已经懂了的样子。所以把等于了，不要感谢好意，麻烦了，哎呦，我多了那一善人。所以他失去了谨慎。所以好意，我得了那个好意，我爱这个听那，我也很难忍。也失去了警醒预备的心。我爱这个要么啥子乞丐，啥子个乞丐，跑到最里面了。我们还没有得救。这个当中都是处在谨言慎行的这个阶段中。这个早个阿安我嘛，这什么给他好？一定你爱给他米那，我有多牛哦？什么？一定你一没有米大。所以啊，有的人装懂啊，装不懂也装懂。这我嘛当着好，我不给了哦，啥翻那翻那翻那。即使我们懂，也要装作不懂啊。应该是好，安麻烦啦，烦啦哎，夫妻两家不行法律罪哈。为什么要这样？蛮难的法律罪，因为我们要有一种谦卑的心呐、啊。是啊，伊拉巴蒂尼阿尼丁说话呀，法律罪没得用啊。这个道理听一次，一样的道理一次二次都不一样，他的意思解悟的时候都不一样。啊，那只在过来大夫，只在过来啥说人好意，人家别人别那是把啊，没等于好意，啥时候马路嘛，还多过来啊。你等一下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啊，我们要听了这个道理，神给罪人的希望。
sa anini dunia sol dunia akasi halane hau ukawa sa o pavulian ni na ku chitsumi ya tamtau dunia o a ni tu tsukan haro kanzana xi wang shi shenme modern kura sa tan sha sha di ma anu amis xi wang halane ni tu tsukan bi ona na yan ona na yan ha e ka za ka tama ha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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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 ona na yan jiu shi wei hen ge you yi ge xi wang a我的目标都希望都那咋来不啦？啊啊，哎，希望很大，哎，拿了这个很大，花了很大。这个有一个目标啊。啊，伊拉不啦，我都都哈卡带了你哒。那我们什么都懂了啊？那今天好耶，我嘛那都耶，麻烦挨个。心里的道理也明白了。啥个今天心里安的你好耶，麻烦挨个你哒。洗礼洗礼的明白了啊，这个今天白露安安的麻烦来给他啊，这个五大教育我们通通会了，是吧？五大教育安安的好耶，麻烦来都忘记都，虽然都会了，回来了好耶，麻烦来，就是有人跌倒，回来当朝好奶奶好不嘛耶，不理奈啊，跌倒了怎么办？给他们不理奈好耶，什么人都。那神就跟我们断绝来往吗？我告诉阿杜给他好耶，阿杜看个东子来读过啊啊，阿拉萨说起来。所以有的人对道理不清楚。啊，我们说来搞这说的呢，就这个方了，都说了搞啊。他认为说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就自甘堕落。是啊，我们当的好耶，阿外都讲过生的好耶，一定要说一声的多。其实是不是这样？啊，那等好诶，再也看见了。所以我们呢，要知道道理，要一步一步的，再进一步的了解。是啊，给他好诶，一定要给他们听教，打来要打来要过，别打打了，你叫多少人高兴啊？什么是罪人？我们那个呀啊，主米爱当不了家。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罪啊，从我们的祖先亚当留下来的罪。是啊，呀呀，那个啊主米电话呢呢，你亚当啊，就小我喊呢呢，大家打你啊你呢。啊，所以因为这个祖先的罪是要这个叫原罪啊。我牛牛哦，阿三啊，老老喊呢好不要，老老老我一定好不了那喊的。那自己也有犯的罪，叫做本罪，是啊。我牛米大只碰啊主米啊呢好，我牛米大啊主米不了那。所以不管犯什么罪。好的嘛，那都阿主米安好意啊，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是吧？罗马书六章呢，你就三十，不要说你了。讲说罪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是吧？我阿扎鲁主米安呢，好不八代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已经死了怎么办呢？为了我八代都给他好意，什么人阿变？所以我们要了解要怎么办呀？麻烦他给他好意，什么人都。那主耶稣给我们什么希望？是啊，我们耶稣告诉他多年哦，哈哈了，等个我不管用你的，慢点那边。他给我们希望什么？我们那过来，老用你的好家。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人在这里约翰你在哈笑啊，这个我常常在讲。啊，多少年好人说了，到过年呢？因为有一个女人啊。犯罪，犯淫乱的罪，被众人抓到证据。你来过了，这才发现当着好几村民，哎，村民的好吃不谈了呢，过村民了。啊，那大家呢，带到主耶稣面前，叫主耶稣来评评理，看这个女人要不要用石头打死。得到腾腾打嘞，把带了他那几个上马鞍，过了当着多了几了外国犯的好一，上楼啊。sapi patayau tu figur ani paru cimilan nanti ya. Nah, kemudian ya, Yesus kata, "Kamu antara kamu ada yang tidak berdosa, kamu boleh menggunakan batu untuk membunuhnya." Soalnya, kamu ini sama kamu ini tak tahu, cuma kamu ini awal kamu cimilan ini hal ini patayau paru, orang cimilan apa kayaan, anak yang kamu ini tak tahu. Jadi, kamu ini sudah pergi. Jadi, hal ini kerana bila kamu kawas kami sahaja soal ini hal ini lihat view lalu, kemudian Yesus itu dengan orang lain berkata.再过来打我耶！实在不拉法拜呢，喊喊多的，你也什么不说拉法拜呀？有人定你的罪吗？伊拉一个法庭还不出名，算人好？这个女人说没有。Why？ 所以主耶稣说你不可以再犯罪了。其实那天你好阿卡多，噶起拉拉喊两多搞啊！所以不要再犯罪，就是给他希望嘛。啥个好？那说到这阿卡多，噶起拉拉啥好？伊拉一个法布里梅拉兰多，拉拉奥伊米拉。那虽然有犯罪是死罪，
是众人要用石头可以打死他的。很多阿罗摩那听到了，他们好有福气，古拉古拉巴海阿古拉巴海是摩西的律法。什么？然后南天的基摩西啊，何里找也阿爹爹，还是带了几十万的。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能够？ 明白这个道理，要抓到证据，用石头打死，是不是摩西的律法？什么？那不等阿罗摩来当，不然法犯当不了。什么？那么放在埃及米拉多路，哦，法律之内，摩西都还给了阿罗摩来当。所以按照律法呢，每一件事情就按照条文呐、啊，一条一条来判刑的。所以，比如说，如果法律当然好，什么呢？不然只在阿那规定当然好，还给了埃及米拉多路啊，犹太当代也好。但是主耶稣来了。 回来了，不然说都接什么？啊，已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人的罪了。说得好，阿拉哥啊，阿弟你爱过比巴丁多出名啊，哪一种的？为什么这样的？那阿德拉布拉说阿弟啊。所以我们信徒一定要明白。啊，给到在撒利亚高卡巴那，给到多尼尼。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在这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九章的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十二节。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哦，这边告诉我们，<笑>过去律法时代用山羊或是牛犊的血来赎罪。啥子第二行呢？何里多尼尼好意，安诺其中的好意。 伊呢，都伊拉姆努西里按照好伊滴哩伊拉姆努古隆哈那奈个西巴西多牛主米。你犯几次就要用牛或是羊几次来赎罪？啊，那个拉比那比说，阿吉拉拉好伊，卡拉比那比那比沙里阿廖啊，你尼阿吉拉克伊拉姆努西里阿多古隆。你有三次或是五次，那你一次要也要三次，然后是五次，那这个。 牛跟羊来赎罪。那现在呢？啊，主耶稣要用什么呢？用他的宝血来洗去我们的罪。所以一次这个洗礼啊，就是。 永远赎罪。这个好，卡拉只再接什么啊？你啊，一定要没事没啦，你稍稍好一点，但你很可怜。啊，所以我们犯罪了以后啊，神的血呢一直在身上啊，已经把我们流了。这个一定要等的，等的，等的，主你们的好啊，一定要等的，爱让你什么，嘛稍稍好一点，等的让你大家啦。哎，这个就是旧约跟恩典时代不同的地方。这个一定要等的，旧约阿多牛，米古米哈那那，现在好一定要过卡啥西罗马米啦。过去犯几次就要犯几次来赎那个赎罪。这一定要好，阿努卡拉比那必须接了好耶，卡拉比那必须米稍稍，但一定要没事了来。那现在你犯了罪。 犯了罪，那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一直为我们赎罪。所以不管是小罪大罪，都是罪，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赎罪。哎，有的人听道理就会误解喽。 搞不满这个多啊，开始读你念好，读嘛好意，马罗罗话。那很好呢，如果犯几次，那我就常常犯罪，反正主耶稣的血一直为我赎罪啊。在罗马当中，好，哪一点的时候，伊拉爱读啦，伊拉耶稣嘛一定打电话，都没收收，干别的别的去做呢，哪一个啦，收，真的古罗马当中。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罪是怎么样的罪。是啊，好了，反正你打读呢，十二读一呢。哎，我们现在讲人所犯的罪。 是啊，这个在说说的好，有当然好，阿拉拉的呢。我们的罪啊，有一个叫做不至于死的罪。我这个在阿拉拉的呢，好，第二给你八代，好的呢啊，不啦。不至于，这个代了。啊，这个代了，给你注明阿拉拉。所以差不多，这个是不至于死的罪，就是说你的罪啊很轻啊。
还可以赦罪，这个是没办法，没问题的。这个台啊，这个台呢，是哎，把台耶哦，老老板娘你好，姑娘你，干嘛歪啊？准备姑娘你。这个可以祷告，可以求主耶稣来赦免。是啊，姑娘娘呢，好，今天喊你们一努力，好一啊，所以多嘛这什么啊，弥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边呢，约翰，你去过没？你去过没？约翰，你去过没？约翰一书第五章，来过去，五章的十六节，有过去。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好，这边告诉我们，我说你给你好意，我们的罪啊。有不至于死的罪，我这里面讲话，我爱过这个台啦，你八代好了，祝你。这边说，就为这个犯罪的可以为他祷告。我今天啊，祷告了，你好意，一路念弥达阿弥达嘛，因为他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好意，这个台啦，一八代好了呢。那这样的祷告，神会垂听，因为让他的会给他生命而致死。生命赐给他。我今天还能一路的好，这个照旁边都跟我说啊，阿爹呢，无力。那有关于这个致死的罪，这个今天这个都是阿爹的好，但是今天八代还能两注明。致死的罪这边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今天还能的好，我爱过你，比萨利对你。他说：“我不说，我就说没有同意你为这个罪祷告的事。”我那说多人的好意，哎，在个么说多人呢？我那说多人的好意，在个别还要过大几年一努力上来。好，那我们听了这个就会有一种感觉了。是啊，对，给他多人的好意，一来多人要看，阿哈罗登米达啊，是不是没希望呢？是啊，老在的好意，哎呀，我为什么那么阿哈罗登？这个是一个，神跟我们的关系的，是啊，五年你还能你好，我给他阿多高万多，感谢过你呢。那一些小罪，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为你祷告，是啊，明明啊，主名你好，给他好也阿巴里巴里，使他啊，明努力阿给他。好，那这个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罪？叫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人不要猜一个，带来给你八代好了呢啊，好了老掉，带来一个八代样，不至于死。至于死的罪，哎，看啊，哎，但你个八代人啊，准备好了呢？到这个致死的罪，啊，但你给你八代好了呢啊，准备。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那摩西录你就一小，八章二十一章第八节，你就一小呢，还是？启示录第八章二十，二十一章第八节，二十一章。摩西录，你就一小，但还是？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很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事。这边呢、讲到这个罪的严重性啊，一点好，一个人打打挨打，说都去准备了呢。啊，其实这样看来，有的是小罪，有的是大罪，都是死罪了。啊，哪得更好的？一来里面来了，又打来了，哪得好的？在海底发呆过来啊，哪得？怎么说呢？哪得？他妈哪得过来说？这边有个胆怯的，什么好？一来过来啊，胆怯，那这个啊，我是马加米啊，马大龙，怕，很怕啊，胆怯就是很怕啊。第二，加米马大龙，为什么会怕？没那么大了好点，因为没有信心。什么好意？我外国人辛苦你了。将来呀、要被审判，而是有人要批破。什么好意？一个国人好了很多人好，一个国民批破，一个国民没谁帮谁来。他们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有人要批破我们，我们会怕。啊，那一个国人什么什么啊？找一个国人没谁帮哎，没打扰不打起来。我们怕被打死。啊，这好意啊，怕被刀。那这个。表示说没有信心，是啊，哪能好意？我也不啦，信过了没啦？因为没有信心的人呐、就是胆怯的人一样。是啊，我今天我也不习惯了，你好，有你可能嘛，当然我讲也难的来。我们看这个提摩太
奉书的第一章。能在这里点不得这过小。我们在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小诺带哪哪些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这边告诉我们不是胆怯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信心是刚强的仁爱的。那保罗不告诉单单独女习惯了你好，也可以不爱他们爱好的，不是胆怯的心。哎，做一个啊，这阿弥阿呀奶奶。我们为什么会胆怯？马来加里的。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什么人好？我来信过你的好，哎，怎么带？因为祷告不够，什么人怎么带过？印度人没带，因为没有常常听道理，什么人好？我爱过啊，印度人没带，没听个道理。因为听道理似懂非懂，啊，我们听到个小长篇来给你上来，所以坐在这边我就表示懂了。啊，我把他们好，马上我听我们来祷告。啊，叫他来讲道理，他就讲不出来了。啊，其实明白很好的，哦，他说说认命了。所以有的人就是不懂，就是会装懂。沙乌马当的奥托姆给了几名奥托姆来打过下来。啊，即使有智慧的人，他会装作不懂。沙乌马一来不记啊，当的奥托姆，沙乌马给啥呢？他会一直在继续在查考，一直在继续追究。我那朋友最好的沙，这里没啥的，按你没了没了，按你进去了。因为神的道理好像泉眼一样，什么人好多人告诉你，还没找太多，能不能买人呢？你这一直追求，一直挖宝挖宝，一直挖越挖越多。啊，老罗跟说，导多多是好诶啊，伊拉爱多过了，能不能买嘛？上哪边？他没有极限的。啊，我爱过你有多少什么呢？所以道理是一直在一直是都是改变的。像我多年都告诉你的好，一天你过年告，啥时候马路马上来？我说改变就是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的意思。是啊，那等于阿开心不告诉好，哎，啥发路发路对的，不是变来变去的意思。哎，再一个啥发路发路啥？他神的道理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纯净。是啊，好对了好，哎，啥发路啊发路好，哎，阿爹了啊，马干嘛马干嘛哈，马这个马这个对啊。第一次听到你。你好像那个水，这个污浊污浊蒙带，那个水池和污浊一样。是阿要你这个大家写好耶，我们把手机付给啥，把这两个蒙带都不等于人的。再来一次，再听的时候，那个叶雷，那个脏的东西、黑的东西慢慢清掉。是啊，很多是阿要好蒙带，都还没了好耶，听了听了听了，我说对了。越听越明白。是啊，一定要好耶，一定要干嘛别浪去啦。明白，你就会产生信心的。什么法比那么少，这个时候一定不行过你说。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在今天罗马书好，什么说的给大家？信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不敢说任何人的好，一定要说路，我们接什么是给他。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产生信心。上面麻烦那是跟他说的你好，这个是好耶，一定要不顾你我噶行过你说。啊，所以我们这个。胆怯的心呐、啊，不可以哦。有你啊，去马大老外讲一下，他就好了。阿发罗说：“妈妈把你来。”我们对神要不这个实践，而且非常的要把握，百分之百的把握。上法罗说：“你大好耶，马在挨个过，马海拉个过，才能法罗说啊。”对神绝对不要怀疑。上啊，你今天去也什么哪里好？阿外个不给了，给你喊奶奶。说的是都是对的。所以我说不告诉我，我都被爱安抚了做。但是有魔鬼要混淆真理。啊，过来了好，伊拉只阿古嘛好，伊滴拉阿咪，哎，古罗伊拉。一个字就能够全部被推翻。啥子在阿滴拉好，伊滴拉弗雷哈尼阿古嘛。神说吃的必定死。是啊，我说了告诉我，能干能说哦，这个，我把带上来，我说了。啊，魔鬼说不一定死。是啊，伊拉不说你阿古马来你好咋讲？咋来？只差了一个不而已。是啊，伊滴拉都咋讲？咋来？就意思完全不一样。这个好才个谈正哈，我了嘛。所以我们对道理没有信心，就是这样子，很容易被迷糊啊。这个好朋友，好不行不好伊滴拉啊，迷迷糊糊跑路转什么啦？好，刚刚是讲这个胆怯的事情。罗尼马说了一遍啊，讲你啊，把大老板喊你包住了。实在要讲太多了哈。
我的传人好诶，这套那啥啥啥嘞？那再我们看回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说，如果你大家不过是咯，你就一些咯啊，大家是。他说有胆怯不信的和真的，是啊，一定的对你啊啊，他懂话了啊，啥说了啥了？哎，这就是很让人家讨厌。然后诶，哦，他弟弟按懂着，不会给人家感觉很喜欢。哎，有蛋糕而已，这家我来打起来。看到你这个人，人家都跑掉。八到七年了，然后也搞来，再来多。因为你很坏。什么好运？朋友先去了。哎，所以这是可真的。哎，五年你好运，哦，看蛋糕。还有杀人的。啊哦，把这蛋糕。淫乱的。冒犯的。淫乱呢，包含很多。啊，我上海人，你好，啊，哎，不要说说了，淫乱呢，男女之间的淫乱。啥个淫乱？发现他发现他的那阿什么？有的在生活上很糜烂啊，就是上瘾、赌博、上瘾、喝酒，这个吸毒。啥？我那怎么好？一天你对面看到人，你好，一朝五百条，一朝好，蛮多八，一朝蛮难过，阿呆呀你啦。嗯，还有呢，一些行邪术的。我们说的好意，啊，你是憨当憨当哎。那这个是最厌恶的事情。我还跟你讲的好意，我刚跟你暗搞啊说的呢。神为什么让犹太人或是以色列被俘虏到这个巴比伦到亚述国？犹太人当不了好，蛮带来了，阿是巴比伦让把俘虏好家。因为君王带领百姓去拜偶像。什么人我来打包好？跟你谈的那过年我分到了，当不了好，你打我多牛啊？什么样？我们有神，他却偏偏要去拜那个偶像。所以了，哎，我告诉谁呢？带来上面的道。所以神让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所以好也，不论什么好也，一定要对你巴比伦阿玛古勒怎么样的？是因为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事。所以好也，我都是多牛哦，啊，你当外多牛哦，啊，什么耶？拜偶像永不得翻身，没有赦罪的理由。所以好，阿爹嘞，当外人的好，阿我爱这个不少说多牛，出名的呢。再来，还有一些一切说谎话的。我们说不好，一撒个塞多尼奥啊，你撒撒干你为啥呢？说谎话的人呐，骗来骗去。啊，今天好，你撒撒干你为啥呢？他不择手段，要得到有目的呀，所以不择手段，随便乱讲话，不负责任，说谎话。这我们得不到的，好，你撒飞刀里面的好，一天拉撒个撒干你了，阿你撒干你有啊？这些罪，我还给你爱啊，准备好耶，要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啥搞？他过了很多，带来多了，马人人爱阿拉马人来，是第二次的死。五年你好，也是个菩萨阿爸带他来。第一次的死是落体的死。我啥个在发呆了？你好，有天天这样爱阿达这个达发呆。那第二次的是灵魂的死。啥个菩萨发呆了？你好，有人弄啥阿发阿发呆。所以我们一切的行为都是跟灵魂有关系。啥个一天天都念一啥个噻啊？平常没得好，一天天一点感觉都努力没得。啊，所以这些罪都很严重啊。这样他跟好运特别信任他，所以我们可以犯罪吗？啊，还给他接纳了？当然不可以犯罪。哎，这个买接纳老师你给他工作。因为呢，罪的工价就是死。什么好运？我家都出名了，那好运八代给了。那神对这些犯罪的人怎么办？为了好，我搞我三个经验都去出名当到的，怎么办？啊，他要为人舍命啊。啊，三个弟弟，他们绕过看他八代，农民拉什的啦。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五章。您在这里罗马书带国秀。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九节，国秀呢带丢线。现在我们既是借着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这边呢、啊，耶稣为罪人死。这今天好，这个今天哎，你准备当不了过卡巴代啦？为什么？他为什么来到世上？慢慢带你点来搞过来搞啊！因为他要道成肉身，成伟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好，当你点来搞得好哎，我拢当不了，怎么样？每个人都要阿龙来当搞。他在最贫穷的颜色的家里，一点点在那把国有产来节省无安啊，毛福这里啦。为什么要从贫穷的家庭开始？妈那一点啦，才大半段啦，妈爸不用再那么蛮横啊！因为要拯救世人，从最穷的一直到君王，这些人都要拯救。什么人？门一定都有当着好人，你好，一定你都能妈爸不用再是大半，大一点你大半的啦。
所以这个赎罪的事情，旧约时代已经有启示了。所以一定要好，不然呢，那多年后啊，赎罪还能好，那边边来一定好，就是用献祭的方式来赎罪。一定要咪汗晒多边啊，好稍稍多煮面了来。刚刚我们讲用牛犊或是山羊来献祭，因为说了的话，你还能好不洗的啊，都不如啊，一样比稍稍再穷要怎么办呢？啊，阿那嘛把锅油鸡什么的拿掉。用斑鸠来献祭啊！一点啦，很多牛都比阿弥陀都爱让你啦。好，那这种都是启示我们赎罪的方式。是啊，好，阿弟你来把什么呢？都牛，免啦，都什么少少都牛。主耶稣，愿意为我们死。是啊，我告诉好，一点你爱个比海里面的阿弥吉些。这个就是显明神的爱啊！是啊，阿弥陀阿弥陀个爱那个话是。所以你一个人，你觉得哎呀，神不爱我，啥我哈了等好，哎呀，阿外都不爱侬搞啥关呢？人家什么都比我好，我到好一开始，哎，做什么是神最初祝福他顺利的通过啊？怎么了？好呀，都是那些不管侬搞啊，怎么了？我命真苦啊！哎呀，莫话哈呢，好哩，哈呢，好苦啦，现在。哎呀，排名！哎呀，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较，这个神很不公义呀！那好了，等好，你要搞我啥？我外国国会给你烧。我认为啊，我们不要想这个。哎，莫问好了，等多快几年？我们要想的就想这个爱就好了。一年很大，爱侬搞我耍好了，等侬一大。我们就这个生命就已经很大了。哎，一年可比几千万嘛，这什么？你等好，一年嘛比那么大过爱侬搞我。哎，你看，用他的保险。让我们离开那个死亡、那个硫磺的火呢？那好了，那好了，一点点都没有啊！比极限没了，哎呀，没有这个大都没有，不能那个阿拉马的给他烧。那活在世上有好有的不好都没关系。在阿里的尼亚加拉那好罗马当高好耶，大家还哪耶罗马当高？那个都是恩典，那个是意外的恩典。是啊，乌拉那好耶，乌诺米古米哈来来啊恩啊米索阿鲁扎。所以，因为恩典有也没关系，没有没关系。所以天天干好，你那个不明不白，我老王都好的，没关系。最重要就是灵魂得救。啥个改好耶？马基丁过啥拉饭？啊，我们被钱钱了。也大好耶，马都都衰，都都高啊西大。这边说为免去神的愤怒。哎，我爱都国民道路在多啊，哦哈，那个得弄高啊西。神愤怒就是丢我们到火湖里面死亡。我那个登陆高山的好，一个过来来这里把那个人家拉毛的啦。这个就是神对罪人的态度。啥个一天天都来去煮面，当老公牛哈，比那个多厉害。好，那神对这些罪人的态度是又是怎么样呢？啥个一天天都来去煮面，当老人家好耶，哈提啦，马那都哈提啊，比那个高啊。看罗马书的十一章，那你在这里罗马书。九一九，罗马书九一九，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九一九，二十二节，你就你信，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边呢、啊，这个保罗他的讲了一个比喻，今年好也不算，我给他过年过了年呢。他说有一棵橄榄树。哎，来，我来在的大帮啊，橄榄树，橄榄啊，这样。追溯啊，常常用橄榄树代表以色列人。是啊，你大几年好，别听那个阿德拉多拉橄榄，可能又有多拉好以色列人当当。哎，你说这个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人。阿拉大好哎，今天个啦，无花果树，可能呢又有多以色列人当当。啊，有时候用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人。阿拉大家好耶！阿拉尼拉姑娘哦，法律叔叔好耶！米油很多，以色列人当当。那橄榄是一种油，有可以榨油的，榨汁这个油的。是啊，我那橄榄树还能好，一来不么个摆啊，十万米啦。好，那所以有油啊，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人。是啊，伊拉过来十万多人好耶，油也有好耶，以色列人当当。那个是上等的这个材料啊。那乌拉人好耶，为一多好三个盖下的呢，才有你呢。啊，所以以色列是上等的百姓。然后这个好以色列当中好耶啊，一盖爱国那平罗人多的呢。好，那这个橄榄树啊，
有的枝子长得很茂盛。所以我们可能说你好意有的嘛长好嘛个败不咋长呀。它有的是干掉了。所以我们好意有长也好埋葬哎，就把它锯掉。我这个好多山路山堵了。他竟然那个野生的橄榄树啊，阿拉的呀，那布罗马橄榄树，好，把它接在这个橄榄树上。哎呀，罗马橄榄树好，多很多了橄榄树，对吧？那这个野生的变成是真的橄榄树了。呀，罗马不大了橄榄树好，那你出这个好，也说你那个橄榄树给他烧。这是什么意思啊？马来文译名多难啊？这个是以色列人。早五年你好，五十来了，当兵五年呢？啊，这个以色列当中。离开神呐、啊，在乌拉马他们好比亚塞都都看哇，就好像以色列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哎，把这个以色列他们好也把这个来记上嘛，给啦。是个救恩呐、啊，临到我们外邦人。在乌拉米国这里好，带了这里等于以后经过米国民的看哇。啊，到我们1900世纪的人，中国的北平正耶稣教会。啥？带了这等于阿耀多啊，马达多尼新年好，一定的等于中国大陆北平安来。我们就是野生的橄榄树，其他人好，也不大了，还在那阿康啊，橄榄树其他外邦人就是野生的啊，我们要妖精好也不啊不，包括大橄榄树啦，所以把我们接上来了。这个阿拉阿杜过来的好，杜木山杜拉，所以呢橄榄树，我们几代以色列人呐、啊，这个给他好，你看到了给他都以色列人民族给他，应该以色列人要优先来拜神才对。很多啊，以色列人他们好，伊马拉雅这边他们信基督都接什么？结果呢，他们现在还不相信耶稣。所以带你阿弥你好，伊啊他那打了是阿瓦巴扎卡是接什么？哎。他们是我们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啥好耶？这弥赛亚他打了，哎呀，这个发达多了，企业上嘛好，这弥赛亚不理你，这个所以耶稣来了，他们不知道，还把他钉在石架上。啥好耶？他都企业上嘛好耶，把这看见了，企业上嘛。现在真正相信的是我们这个野生来的。是啊，我说你那个啊，放在埃及上面的好，其他也放不到了啊。他难说啊，那个把它说你那都来接上嘛。那现在已经接上去了。啊，你好，我多在多了，他难说多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更爱惜这个生命。所以大家对你好，一定要来不啦？给大家多念，我里给大家多念。所以保罗这样说，上来不说你保罗给他。如果你好好守住这个。橄榄树，你就会得到保障，你就会得生命了。那么一点，这个树得了保障，得了生命的橄榄树，哎，那么一点好，一点要多啊，过一笔收。你都还不相信，又不接受，原来的橄榄树神都不要，你这个是外来的，神还会珍惜吗？要是不敢说，一笔收多了那啥的，呀，你们肯定都不收，呀啊。不然他都告诉说，我把我当就是给他烧啊！阿卡南说，以色列人神都不要，烧乌里烧，以色列他们好，找个法纳，法兰克哇，神都不要了，神都不要了，那何况是我们呢？祈祷啊，你们，我们是外来的，我给他好，我们把我打来给他。是主耶稣用他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神啊，一定要一人把圣经耶稣嘛，给他都哈扎巴带你给他拿。所以我们还不相信，还要犯罪。呀，给他拿点的好耶，从不敢说给他，只要给他。那不是更加的严厉吗？啊，那还是要给，必须都给他，我给到了你给了。所以啊，这个神说嘛，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就算高少耶，因为人说高不好耶，这个咋？因为人到必须是来接受嘛。你如果有悔改，神就看重我们。我说十二多年的好意，阿弥陀佛，每年继续好意，这个字，你人那不是接什么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我告诉你，好，如果说十二多年好，还给第二次好得你了。不能随便啊，做个巴德拉斯，不是我心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能那个啥给他好，这样爱你了。什么事情要以神的意思为意思？这个好意，什么来跟他发罗抓那高烧，还能没得？所以。我们是罪人，给大爷你好耶，就救命哎！给他，我们是罪人，是，我们都是借着主耶稣宝血赎回来的。哎，给大好耶！今天人们是你也什么说，必要了，当然保当然给他。当然，有些的弟兄姐妹被恶手过犯所胜，是啊，我们当然好耶！今天哎，那什么带动我啊？救命给他！
看加拉太书六章。然后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就当自己小心恐怕被也被引诱。好，这边讲到我有些弟兄姐妹他被过犯所胜。所以我说说，今天你是他的好，我罗马是你看看好耶，哎，今天啊，我打起来了。有的人去上班，因为这个被上班的人都很快。什么的好，一定要突然砍掉，突然被上班的米拉好耶。他们又恐吓又欺骗。阿拉德好耶，一定要被上班的爱米杀回带阿拉德。啊，所以我们被他们所胜了。阿拉德好耶，哇，搞大一只米拉嘛，比大一大。啊，有很多的弟兄，有的姐妹，因为不小心而犯罪，所以我们可能呢，按照萨利嘎嘎拍拍的好意，阿巴三三马沙威诺拉拍呢，对啦。那这个属灵的人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他记得我们现在读阿巴解释嘛，阿巴多阿奶奶好意。我不可以用那个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呐、啊。哎，阿妈问阿妈在乎啊，我妈大一大，明天打起来。这个犯罪的人，这样很厌恶，很讨厌。啊，阿妈问阿姨。叽啦啦喂，阿卡恩。这边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阿卡恩，我发到这里，他们呢都我们要用同理心。阿那都发到说，阿努卡不过来，哎呀，还没。将心比心。阿那不发到说，什么呢？不要发到说，阿能发到说哪里啊？对，这边是用温柔的心呢，把它挽回过来。是啊，发到这一道，一定你不要过分发到这一道，那那这边的好哎，把它给我拿掉。意思说他已经犯罪，还是想尽办法把它挽回过来。还请你了，阿三你个好记住你，哎，这边什么能当啊？把它给我，请你拿掉。我们用爱。用温柔的话来劝慰他，是吧？一点点，一点点爱你的，一点点都不太爱说你的，爱你啊，他当然是你了啦。这边说我们要做可以，但是要小心哦。是吧？给他哪一把说给他，为了好意，那我也认你的。可能我们不小心，哎，可能就跟他一样犯罪了。啊，这个好意，啊，把啥说给说，把说给说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啥不告我杀人好，这个巴德拉德拉是不告我杀人来。虽然有人犯罪，你也不要太绝望，也不要太丧志。啊，我今天的好耶，我其他老几天的好，我一般那个阿卡斯阿萨布出来阿卡不发了作。那我们既然犯罪了，怎么办呢？搞不来的好耶，阿诺去主面给他耶。我们刚刚讲说，罪人是到底有几个什么样的罪人？呀，我那说的哈，你有什么人呢？哈，你过阿爹来出面来。有的是犯这个致死的罪，有的是不致于死的罪。然后我嘛，当着出面来，好带来个不带，我嘛来好这个带来个不带来来来。啊，那到致死的罪怎么办呢？啊，搞不来好，安带了，哎，弟弟个不带，过年我出面没说耶。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要有对神有一种亏欠，良心呐、啊。良心说：“哎呀，我亏欠主耶稣，有种悔改的意思。”在伊拉伯拉之这样保罗转到了嘛，都让记住你哎，哎呀，个不喊你，啥阿弥，啥不那不保罗做啊，一点啥了，啥了等啊。因为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我说我高山人的好意，噶在噶噶啊，搞得那边的木卡瓦多尼奥啊，多帮你在没没厉害保罗做阿那那些个。神看重这些忧伤的人啊！刚登来把登高啊，抓进来蹲，心白哪里嘛？神放着，指着自己的不对，什么呢？好一点了，哎，不必啊，只给我都放着下去了啊！所以呀、啊，啊，神一直要一直在照顾我们呢、啊。稍高稍矮，把他把来给他那晚安的打。所以我们有这种指责的心，谦卑的要必须要有谦卑的心。所以来哈罗德米达，你不爱法律罪，大多米达的法律罪，伊拉都是不能来法律罪米达。所以我们教会有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明目张胆，而是这个去过分的去参与，而是做什么事啊？啊，那什么呢？做什么呢？做啊，什么呢？教改好意，哎，什么呢？做啊，啊，什么呢？好意，什么呢？做啊，哎，改阿要。哎呦，我们要说啊，我没有资格啊，我讲要隐藏自己，哎，
尽量做很低调的一个心态。是啊，把路上面打好，一年哈，你来加油加油，很好啊，哈，很难好做。因为神的工作不可以亵渎。什么人好？我带你搞什么？哎，啊，这还阿巴达山啊？是这个，耶稣这样说哈。什么人搞什么？哎，我们看马太福音。对，给你马太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就你说了，十二章三十一节，三九一十。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三十二节，三九一十。凡说谎看惯的人，只能还得赦免；唯独说谎看惯圣灵，今世和来世总不得赦免。这边告诉什么事什么罪这个可以赦免。这个一定要我们那罪人哪来啊，不能搞啊。看犯人质的啊，就是啊，就是没有讲到属灵圣灵的事情的话，这个有的人像这个耶稣的名字可能会羞辱啦，或是怎么样，这个可以赦免。So, how come I didn't have a class and a miracle store and how he, not that how he, the hell, runner? 但是亵渎哦，就是圣灵，你在亵渎圣灵，这个罪不得赦免。So, we some some way to say the other day, I didn't have he, check on I up, put on that, to be for an hour. 那亚伦呐，有两个孩子。我来接亚伦，好，你来到沙瓦维呢？一个孩，两个孩子啊。在父子献祭的时候，是吧？米西比林埃这边来米寒晒，他要献的火祭啊，是从天上的火来烧这个祭物。好多啊，我那米寒晒里面好，那你那个个人啊，拉曼古妈咪罗罗布拉当安尼。啊，接着他自己点呐、啊，自己反火，反火就是自己点的火了。哇，格拉塞这边好，这里三年的不得劲好诶。阿弥陀佛，佛啦，阿弥陀佛，阿弥啦。这个是人的意思啊，是啊，哪个呢？好，做不高是不当不着那佛的啦。那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没有分别出来。哎，这个爸爸这边的都弄高啊，是啊，那佛转阿都弄过啊，过去啊，好了，对吗？神后来就用火把这两个孩子啊烧掉。是啊，一个马龙高是人好诶，啊，都烧娃娃，那人好诶，多着很多点啦，那么多马龙啦。哎，这个是祭祀哦。今天了，我晒死今天了，他都是做了一点点的事而已，是吧？只在一个卡巴特拉斯做什么没啊？用火来献祭，没有做，不是点而已，是吧？好，做个人高啊，晒阿拉曼好诶，我没了，真的还跟这个整的好，整理翻了呢，不敬业了，神就不喜欢了。这高了，高耍得来比他还厉害。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安排工作，所以今天教改人好，以后不带样教改。为什么要经过审核来经过什么讨论？妈呢？伊拉把今天啊，提出隆重的哦，妈能够妈妈带来好讲，免得犯上这个死罪呀、啊。啊，不是好意，哎啊，杀多多，杀多，我不好读啦。有的人是要将功赎罪啊，我已经不好，我要用很多的事情来弥补我的罪过，不可以这样。啥个嘛？怎么着？人家好意，那他是害过你，我带来带领过去嘛，不好，我把客人过来处理，啊，这个哎呀，对啦。神是怜悯的神，不可怕，可怕那些他，因为爱国牛是他，哎，不可怕。但是我们呢，谦卑就好了，是吧？听你喊他，你听从保罗在。你心中要相信神是慈爱的神，是吧？我告诉人给他多牛，因为爱国是他，哎，不可怕，这三把保罗。只要我们谦卑悔改，主耶稣还是给我们希望的。这个安拉法拉给他，你没得好意，这个才好。伊拉爱多姑娘，希望你大。你们知道吗？神每天都在呼召我们。这我告诉好，多面你安拉好，一天你爱多，你帮忙忙多，安安你大。有个浪子啊，他流荡了啊、一段时间回来。是啊，伊拉姑娘啊，浪子安尼好意，但那是嘛，是变哪尼啦？伊拉不知道啦，民族改进啦，落魄的。什么都没有了。是啊，比如说这边的好，哎，这边好，哎，我这个战争里的好落魄的，怎么着？落魄到身体都是猪的粪的味道，还有那个渣啊的味道。是啊，好，哎，我那怎么着？把他丢过来，我三个月生都用带，都过来。
但是另外的阿爸，他经过没有干什么啦？他的父亲每天都在门口呼召，来呀、啊、来呀、啊，回来呀、啊、回来、啊。我妈也好多面面好一点，地方还好奶奶哟，我回民农街上哪一个阿妈到了这里啦？回来不但没有指责，反而请大家吃饭。在民农街了，我到了那好一家个不一样，大家那要听到了那好阿弥陀佛，阿弥，一来一来下面喊喊多少位啦？他说失而后得。上好一哈，阿弟你爱了做妈妈带，哎，做好民农街做啊，你过来看一来一来上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罪，你不要太过分伤心啊！给他好意，阿弥陀佛，哎，给他好意，好嘛，阿达得很佛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每天都在流，为我们赎罪。这个好，我人们是妈妈介绍嘛，好意啦，哎，给他得那个名单，阿弥陀佛，多牛，著名名单。他让我们谦卑悔改。所以，阿达侬告诉咱的好，奶奶，耶稣是不能人佛罗做，没人恩，啥个啦？哎呦！我这个是重听啊，是的。再来就是不要做害羞的事。哎，好妈妈，你要好的啊，这个啊，他是个人过年哦啊，啊这这个啊，那可能呢？怎么样？怎么的？咱大声是不是嘛？多高多高？啊！哎，我不能多高。我这个嘛，我这样子。哎呀，好啊！不要做害羞的事情。哎，好妈妈啊，去大家都喊起来哦，啊这个啊，在搞木路啊。所以这种害羞的就是很丢脸的事、啊。我了，刚刚乱喊的那好，很丢脸，这个啦。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做那种很被人家画饼、被人家说的不好听。我早一他刚就说哎，我把说了都罗马啊，免得在地说呢。有些事情可以害羞，有的不害羞。啊，罗马他妈搞哎，他矮矮多啊，但是你光说刚。他不敢来呀，没啥大理过，想害羞，忙害羞，忙不住，阿妈都害羞，不该害羞的，你害羞就不对了，我还干不住你。所以我们把握机会啊，来给自己自信。保命姑娘多牛，你还保得住？今天就是我们自信的开始。阿丽丽，马丁跟姑娘说了好耶，比斯他帮阿丽达，阿拉等。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悔改认罪。这个伊拉夫尼阿比听说我发了罪，他阿弥是他发了阿弥，不累。因为我们要抓住神是慈爱的神。不等他不要，好等我告了他呀，期待一代啊，告诉你的。因为他怜悯我们。什么好怜悯来？期待他一大难。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所以今天都来告诉他修好，什么说的呀？告诉这百姓以色列人，说了那不牛哦，以色列啊，听到了吗？明啊，告诉犹太人，你们要回国啊，要重建圣殿。那么今天犹太官呢？好哎哈，那么好，那地方那么不能做牛哦啊，那么阿国家呢来？如果你们回心转意，我就回转。啊，把他地方那么好哎，把他地方放转过，阿都搞啊。所以神都在等待我们。是啊，阿尼尼好耶，哈那达拉，哎，我讲话是大难。哎，这是神给我们机会。是啊，阿尼尼好，旁边阿们讲话是大多，阿尼尼啊，乞丐。所以主耶稣对罪这个犯罪的女人说，不要再犯罪。是啊，是啊，阿尼尼好耶，阿卡多，感谢了老。就是说有一个希望的意思。是啊，好，伊来这个牛，哈那啊，好做阿尼的。我们还是有希望。你的爱多，我牛不给好多哈，大家都愿意。但是一定要谦卑悔改。OK 了，好，伊拉不要被轻松，你大伙做。唱诗。啥比个？五十二首。我叫你爸。你妈不落，伊拉跑多少？Oh
请坐下。好了，我们现在要祷告。那这边多一大。我们今天有小朋友的这个祷告会。那今天好，一来跟着干妈的阿奶奶啊，伊努利安。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那咱们耶利米书啊，在研究教授。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研究教授。十二节。就你先。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十三节。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然后这边呢，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个犹太人，其耶利米有点小，也还能来过犹太啊，他们到底好。因为神呐、啊、启示耶利米要告诉这些犹太人，因为巴西班的安高啊，出来几耶利米都还把巴西班的安过你要犹太啊，他们到。他说你们要呼求我，干嘛好耶？阿妈奥姆上帝干嘛耶？就是借着祷告向神祈求。啥个伊尼干嘛说比伊努力？上帝要专心的祷告，伊得阿弥先梦过华罗转伊努力。第二个要不借的祷告，如果是不好，一定要阿弥撒因这个名努力啊。所以没有圣灵啊，就是要破戒的祈求。是啊，那不是好，一定要阿弥撒因这个阿弥撒一代。我们小孩子好像对这个祷告不是很了解。这个名努力，我会祷告伊这个烦恼诶。我们做父母亲要常常检讨他们要怎么祷告。是啊，给他我妈为难呢，我爸爸是烦恼，我会祷。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要求圣灵，是啊，娃娃娃好，伊拉咪沙里多尼哦啊，圣灵。为什么要求圣灵？嘛那咪沙里多咯，圣灵阿爹。因为圣灵是要进天国的凭据。什么人好耶？有圣灵的人好耶，有哈白羊的大家。所以我们讲很多没有用，就是要进天国的凭据。哇，原来有这么重要。啊，啥个我你啊，十两年的好，我还修面面的，带你天天过去。坐火车没有票也搭不上车。啊，那我结果什么的，该是多多下。坐飞机没有飞机票也不能上。你该是爱过去啊，那结果爱过去，什么的没搞。那天国一样啊，要进天国也要有证据哦。啥个带你天天过好运，那拜他，侬说别他他带了没得。我们进天国的证据就是圣灵。啥个？当你给当你天国喊人来好，伊拉不修面面大姑娘圣灵啊？那圣灵是神给的。啥？我娘圣灵来好，我刚刚方便爱答案。不是我们人说要求就求。啊，我求做不当着，啥里啥里神的伊拉当你嘛？是要给人，他要看我们的内心。啥？方便都当着好耶，明天能爱都放入做面大，干嘛？我是有痛心的悔改。啥？给大人来好，伊拉爱过这并不哩放入做大家。我心里误会。神就不会给我们。好了，佛罗抓我耶！一天让我打神呢，我呢把卡地带好，不离在那里嘛。那这个祷告要有信心啊！是啊，一路两人呢好，一路不辛苦啊。要相信耶稣一定给我。把个锁链都搞完神啊，好听搞完神的。你不要说，哎呀，我每次都没有，今天也会没有，不要这样。哎，你那这样，我哎，阿弥陀佛，伊拉阿妈阿刚佛抓。每次的祷告要有每次的这种这种。就是有机会了。我那边努力还好，伊拉不哈拉登没打，把别人告诉他不接，还跑到水呢。所以我们这个祷告啊，要很重要。是啊，我们要努力啊，那好耶啊！伊天你给我刚登没打，要专心的祷告。伊天你该被神梦跑到水呢。迫切的祷告。伊天你该被神真比努力。悔改的祷告。伊拉个比努力啊，跑到水上比努力。这个是要进天国的凭据。是啊，但你进天国看来呢，还白呀没打。如果不能进天国，这个当然在天国耶。哇，丢到外面去了。等你天天不过来哇，我打你打。丢到外面什么火啊？有火把我们烧掉。啊，大家听听，把那个人阿拉马喊来来，不会烧掉。主啊，个啊呀，马拉拦住。在半生啊，半活半死啊。这个好一点了，好哎呀，好一点了啊，毛也把毛剁了。要死又不死啊！那不带安，才敢不带。要活又不好好活啊！那毛里边安那一点阿都忙耶。你那时候怎么办？啊，那一点阿烧耶，阿点阿什么什么耶，什么都烧。你说在那时候在讲吗？啊，一点阿都安是大把命当耶。我们今天的努力是为将来的努力。啊，你们在这个大好耶，我那还没学来过呢。所以我们要专心祷告。哇，你的阿弥神功给大发，阿弥努力。好。
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几件事情。面对你祷告，要不要变得多好方面的？我们三月十二号到十五号是我们嘉宾严彬的联合灵恩布道会。三月到九日，你等你出国，你找你，你到嘉宾和严彬阿多尼奥两间，你到你呢？啊，就是下个礼拜喽。还接下礼拜。好，那三月十九、二十二是和平的。灵恩会，三加度就叫你等你，你就你找你，明天我们另外还来教解两解。啊，还有四月十六、十九是八遍的灵恩会，四加度九六、九六，等就叫好，明天八遍还来教解两解。啊，我们也为一个身体欠安的叶丽珍姐妹啊，她是中风。我看到病房外面大多我把你夜店把去叶丽珍姐妹，那么中风。再来也为外出青年祷告。我把说大好耶，我问大哥你有没下个月啊？十来个月。